给你出一些小小的难题了啊。为什么刚才说你特别热情呢？就是接下来啊，要把你的热情逐一的去放大放大放大，看看你的热情能不能打动陌生人。我跟你说，我的热情不单单能打动陌生人，连不认识的，连熟人我都能给打动掉。真的假的？那相当的。我跟你讲，东北人虽然热情，但是一个蒙的河的北京小伙过来搭讪，不一定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。所以小潘，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回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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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头。红衣服，红衣服，中间红衣服那个。哎，姐，这是那个万象城吗？吓你一跳是吗？大悦城。大悦城吗？万象城应该怎么走啊？啊！上班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寻思怎么办呀？装迷糊了，我去万象城。做这件事情，你不是呀？真不是。准备哦，看到了，走吧，看头头，走吧，看头头。不是，吓跑了。好了，小潘，接下来咱们进行下一组，帮忙拎包。过来两个一男一女，你跟那男的去打招呼。哥，哥，哎哥，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搞一个这商城搞一个活动。失败了，这个是比较难的啊，这个是比较难的。拎包的女的，这女的黑上衣的这女的上。那个大姐，麻烦您，小姐，麻烦您件事行不行？你先搞一小活动，就拎包走十步。我不拎你有钱的包，就拎你买东西那包，就这十步就行。我就行，那我从这边。要把他所有包都拿来，要把他所有包都拿来。啊，不是，那个还得所有的包，我绝对不拎你包跑，要不你们两口子堵着我都行。啊，十步啊，这拎包走十步，感受。你让他过来，你让他过来，跟你一起走，跟你一起手拉手的走。那个大姐，能咱俩一块儿走吗？就我。来，这是我们商场的一个活动。来，就我帮你拿这包，让他挎着你走，让他挎着你。哎，你不，大姐，你还得挎着我走呢。来，走啊！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四步，五步，六步，七步，让他靠着你走，让他靠着你。姐，你还得靠着我走。哎，你行了，你孩子上学了。没有，就是，不是，大姐，就您靠着就马上就这么着，哎，靠，来，头，来头，一定要靠上，一定要靠上，谢谢大哥了，来，好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五步，七步，八步，九步，十步，行了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，啊，硬，玩死我了。